钱了呗。哎，就是。被打光。即便国企有点，也不能随便邪教，是吧？挂点灯笼多好。手机上两枚球出来。阿老板。二十个，要二十个。大酒啊，三瓶八。小人说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真是。来画三年的时候，不是算吧，算吧。应该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。不打不打不打
这把子能用完吗？